台湾客家文化馆欧阳家工业特别同国立历史博物馆合作推出法同法纪体展，同被台湾客家看法同南埔绿队的攀法由内同业来整理收集，同时两国也签署了两年的合作协定，希望将来会有客家的会学术研究同博物馆来合作。昆花的行业摆下插手用品，加上出现到结婚五家头的家长，也共同拿来执行作业。南埔绿队托摆下时节，系用攀花，表达客家对摆下礼节重建心意，表现出南北客家无穷用摆下文化。因为南埔客家中攀花系一种生发嘅文化性，东强东好嘅一种传承。我嘛希望攀花，下一摆有机会登记为绿队无形文化资产。也是台湾客家文化馆同国立历史博物馆两家公业台湾合作举办的法同法体展，双方签了两年的合作协定，透过近期合作整合双方资源，共享双方学术共创资源。希望能够透过在这个新年哈这样的喜气的时节，能够呢把我们的典藏跟客家文化发展中心里面的这些各种不同文化的诠释结合在一起，那来展现呢我们在新年里面以客家文化这么美妙、这么精彩、这么优秀的这些图腾呢来跟大家祝贺新年。一摆法同法体展，除了展示南北无穷样看法同攀法、文物同史料以外，现场还有攀法体验区，而详情讲述台湾丰富多年客家文化。客家新闻杨颖诺，美丽报道。